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子女杨文文。你想养猫咪吗？或是你有养过猫咪吗？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开箱的就是一个猫咪咖啡厅，但是呢，它可以升级成猫咪住宿体验。不管是你要带猫咪来，还是你想要来跟他们的猫咪睡觉，你都可以选择。不难过哎，猫的生活体验呢，至少来真的3-4年。对啊，各个朋友们都来玩过。我没有来过，真的没朋友。哎，那很赞的。谁？阿姨哭开了。阿姨哥，哦，哎呦，哦。这一次体验的同意书会有这个押金3000块。那另外这次体验会包含饮品，所以待会这边饮品都可以选。之前这个杯垫呢，我也有办过抽奖。所以呢，真的超级可爱。那时候大概只有4款，现在呢看起来是快要收集每一只猫咪了。哦，你看到什么了？哦，基本是我们店里全部的猫咪姐姐，目前有10只在店里，他们都会自由上下动。猫咪的特征，像宝源是卷毛猫，所以这边就是卷毛。好像黑美的话，因为它舌头比较长，有时候会挂在外面忘记收。另外这一份是可以参加接下来体验的猫咪。不是每只猫都可以上去。对，背面是我们实际带他们上楼之后，观察他们在房间的习性，然后待会可以实际跟猫咪互动之后，综合上面的叙述。好，我们3:30的时候排名1到3名的猫咪，好，下来跟我们一起决定要带哪一只猫上来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，哎，转角怎么有一只舌头在外面的？我不能养猫，但真的很爱猫。想养猫，但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。想知道家里有猫是什么感觉。还有，猫会吃比较杂，但猫咪它就很喜欢吃呀，会用手。OK， 有，它刚把这整个给拨到。它直接拨掉。还有，还有你要吃吗？哎，它刚没吃到西瓜。它刚没吃到啊。可以补你，摸补你吃很多的。还有呢？哎呦，好快哦！哎呦，你长大了，哎呦，你好可爱。哎姑，你知道你整个后脑勺在我镜头里面吗？这是一个，对呀，你的毛好亮，好漂亮。哦，好可爱哦。特别哦，其实今天应该会是跟我睡啦。那我自己是选贝尔，是因为之前来过好几次，贝尔是一只稳定性比较高的小猫咪，小女孩。然后因为我们家那一只已经很暴冲，睡觉都很打扰我，所以我自己希望我都已经外出了，我可以好好睡上一觉。哦，拜托各位只母猫，我真的受过我家那只公猫。讲到母猫，臭直男嘛。哦，有。那我今天就是贝尔喽。对，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就是自由活动，然后7点回来接猫咪。梦幻猫猫房吗？哇，很漂亮哎！选到贝尔，对，我们会摆上贝尔的杯垫，好可爱哦！哦，你说这个香氛是跟4:20工作室合作，他们有一款是宠物友善的香氛，所以我们刚在电梯，然后跟房间现在闻到的香味都是你们特调的，然后是宠物友善，对，猫咪跟狗狗都可以使用。那如果狗狗很臭？黑黑的，有点臭。是，可以讲吗？我怕不方便。讲到女主人的名字就好。你说木。好，就是体验会送你们的帆布包。谢谢。里面也有一个贝尔的杯垫。考虑到猫咪可能会在空间里面居住，所以像这个书柜就有直接做挖洞，所以猫咪可以跳上跳下的躲藏。然后沙发也是防猫抓捕的沙发，模拟我们家里面有猫的样子，然后让大家来跟猫咪一起住一个晚上。而且各个角落都有猫，哎，看猫，猫，猫。一般住宿你不会找得到，但是有发生状况的时候，它很好用。该不会是为了怕猫咪不小心跟人发生一点激烈的过程？他在后面讲，有养过都知道啦。太漂亮了吧，这一区。哎，它可以给活动力很强的猫在这边大奔跑。对，因为这边底下都是猫抓垫，所以也不怕它们会
想要让大家跟学习猫咪的行为，想走到一半想躺就躺，想坐就坐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跟猫咪一样，就直接瘫坐在这个空间。这样，它的听觉也比较敏锐，所以我们这边有放白噪音机，晚上的时候可以跟猫咪在这边。哇，那这一间的互动性很强哎。对，它这边还有整书，梳毛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跟，怎么那么可爱？它是一本。这是小孩子的绘本之类的吗？但怎么好像有点美？你知道我不会有完全准备好的一天吧？好好告别才能好好重生。这边好像都是会提供一些就是喜欢猫然后会画画的插画家。Hello Hello， 是我的女明星来了吗？噔噔噔噔！现在刚好是晚上大概七点了，七点之后呢，我们的猫咪就会有我们的外送员。送到房间。贝儿，先熟悉一下环境，然后可能会先去闻一下你们东西的味道。那可以等他就是比较适应，或者是主动靠近你们之后再去跟他互动。那我们现在先不理他。对，好，谢谢你，外送员。那贝儿真的要交给我们喽。好。猫星人应该已经是第二次、第三次见到贝儿了，你不觉得他一样很秀气、很可爱吗？那母猫多可爱！不要不要，它。好，熟悉你的味道。来来来，喵。你怎么做假动作？你怎么在照镜子？他是不是他？哎呦！哦。哎呦！哇，大的脚脚。真的有红家的，他没有啊。他好像有比较靠近我一点点的。哦，这个屁股，你靠近我了，小公主。我们来交个朋友吧。哦，你在打瞌睡？有没有听到？我听到他呜了。怎么这么坚持的猫啊？怎么样？今天这样认识一下贝儿。他很稳定哦。对啊，非常非常稳定。而且他刚刚也都咕噜咕噜了。他现在已经在咕噜咕噜了。也对你咕噜咕噜。哦、嗯，一直啊，好可爱、喔。他等于是完全不怕精油，他刚才有讲到。对。很可爱耶，他有写个小纸在这边。他这个是薄荷色的周日，是木质快乐鼠尾草跟新草香的香味。蛮细节的哎。很细节。给过是不是？哦，给过。哎，我现在是摄影师，因为这位小姐挂掉了，好累哦。她真的挂掉了，而且棉被很舒服。好，你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什么呢？吃了肉球果实的肉球人。如果可以旅行的话，你想要去哪个地方？我去日本，帮我拍过去，拜托。天哪、啊，好可爱哦！这个是猫掌哎。对呀、啊。哪来的？怎么会有啊？他们真的很用心呢，他们连这个东西。上面都是用那个肉球压出来，就是像猫星人刚才手上一样，是一个肉球状。现在是贝儿的零食时间，他们说不用退冰嘛，直接已经开始吃嘞，好吃吗？你要分我吃吗？漂亮，你看他站定制部 ，Oh my， 站定制部吃，你是名模，你是 model 明星，我是 model 明星啊 ，model 明星。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呢，洗澡的时候呢，贝儿就会在门口附近这样子等着，好可爱哦。贝儿晚安。贝儿早安，贝儿怎么上厕所啊？还好吗？他好像晚上有会叫一下，可是也没有一直叫。
就好像在找东西那种感觉。在玩呢？我也不知道他在玩什么，但偶尔会上床，哦，然后又会又下去。对，啊，这个是我们跟姐姐餐桌合作的早餐，一个是一个麦奶。在咕噜咕噜哎，配合昨天那边，我也听到他在咕噜咕噜。哎呦。小姐，你可以对他告就是引性骚扰的部分。嗯，哎呦，可爱哦。可以了，拜拜。现在录到我的头吗？有哎。会不好看吗？而且我刚去洗脸卸妆，虽然我今天也不算化妆，会狼狈吗？嗯。还好，算漂亮。但你眼睛超红。那不要坏太多眼睛。我不知道，我刚刚洗完澡。你有人欺负你？还是你要突变？没有啊。抛什么魅力？而且是抛很烂的那种。